欢迎用户4038499。还是上局打野吗？我看一眼，我不清楚哎，一会儿看一下。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。上局打野好像赚三的，这局赚一。上路，拉夫一级打不过这玩意儿吗？我能来中，那我先不吃惊，下路死了，他把炮车吃了，还不给他吃炮车，退吗？他要踢，他要踢，算了，嗯。稳点等我，稳点等我 C， 可以吃一组他的蓝。大型，大型，呵呵，来来来，我来扛，我来扛，可以。这波直接逼，不要去吃这个红了。艾克打不死他，艾克打不死他的。哎呦，打死了算。逼了逼了逼了，这回血贪不了。他有双招，他也不交，把 EQ 全吃了。感觉拉扯一下，躲一个技能好像都不至于死，躲一个拉或者一个三环。这几天游戏时间少了，感觉主播感觉艾克弱嘛，感觉没之前好 C 了。怎么说？艾克也是要玩的好的人，这东西才能玩出那种感觉。主播可能艾克玩不出很多那种味道。欢迎小博哥，上路还可以去一波，没闪的。拉夫这英雄粘到他就没了，直接去就行了。这把拉夫可以稍微帮一下，来斧头丢他，斧头还歪了，黑个头，黑个头，头要尽量要把人头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欢迎南纪 QVQ。下路这东西让他先发育吧，玩的那个。艾克在下，我感觉他上核心应该没吃的。吃了。我在赶，我在赶，我在赶。他在下面。一个闪没事，我这波能去下路。OK OK。哎，好像在我野区啊，你要来吗？可以。直接死了他，直接看 AD。买辅助的，不过他也没闪。欢迎大大怪，正路我等你。
没事，他晕不到我，可以打可以打，他没六的，辅助在辅助在。OK， 杀了。这上路帮他还打不过。没事，能走能走。要打吗？打不了吧。走吧走吧，那走吧那走吧，卖了。要是我这波肯定要把 W 挂给辅助，没有这波只能杀一个，那刚刚那一波，因为那个 AD 血量有点多的，潘森一个人打要打很久，然后辅助给个灯笼，那波他能被他们拉走的，得把伤害灌满一个，他们没六的，没六要不要来找一波机会啊？我血量虽然不是很高，但是我有大四个。哎，这个位置，说实话，这位置好臭啊！艾克都六了，这老是吃技能。看杰斯，看杰斯，没闪的可以抓他一波。我差点伤害，你能 Q 到吗？啊，你没 Q 吗？哎呦，你 Q 怎么那么慢啊 ？Q 六秒啊！啊，这么久 ？Q 我怎么感觉就两三秒一个？四秒吧，四秒多。这么久吗？人又死。慢慢打，慢慢打，别急。这人玩的有点问题啊，这么。嗯，先分不要，先分不要，不好抓。你看吧，你看吧，你伤害够的话可以跳。我再搞。他有 R 的，我一秒 W。完了，这样子，赶紧杀，赶紧杀，要杀赶紧杀。艾克看到没？我直接毙了。欢迎 EMPROT。 不用急的，让那个泽地先发育也行啊，一直想着打架。他闪没好的杰斯，试一下定塔定塔。OK， 他没踩，这么快吗？多久定啊？好，两秒。那我这样吧，不然杀太久了。我去找一下艾克。艾克红刷了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别别别别！白科也去反一下，不急不急，下路主要他们老是想自己打，跟着我们打，慢慢打就好了。
刷个1300 B， 中路没闪，还可以抓一波。艾克绝对在，他放下嗯。这先锋。很喜欢吃塔皮这个逼，我发现带个害虫在那，带个那个什么。上路再抓一波，上路再抓一波再逼。下一波逼接小龙回去，一二。或许没走的，看一眼。走了走了，让他退吧，我们直接毙了。欢迎阿七，欢迎你看我这个网怎么样。暴打没事，不急不急不急，下路靠了，下路靠过来了，先拉一下，先拉一下，别急，别太急，先杀一个，杀一个再，先秒一个，没事没事，他碰到我 ，OK， 小龙小龙，来来来，哎，抓打吧，算了算了，嗯。我知道，小龙还可以给的，没事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拖一拖。欢迎勾勾神鹰，上路水银鞋，主要他没中。什么一代四啊？我哎，走走走走走，等他那个结束，等他那结束再打。OK， 那我上杀掉吗？应该能上。人头竟然别让。走，龙给了，龙给了，别动大招，这龙。稍微等泽利点发育吧，慢慢打。欢迎 RMSANG。嗯，没事，也去给了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把我要出杀人术。OK， 这波下路有机会，看一眼，看一眼来。操！不会刚出杀人术吧？对啊。哎呦，我操！这波好烂啊！可又是他妈刚出杀人术。可没办法呀，这有啥办法？你说这波？哎，我感觉你直接R他塔下好一点，你R那边救不了你。没有R下R塔下，他R也在这个位置。问题我刚刚在这个位置啊，我刚刚在这个位置，我怎么？你刚刚在那儿，你跟艾克在一起，那绝对能R到塔下。你就是想躲他R。不，我不是想躲他R，我想直接斩他。而且我躲塔下，我那波位置走不掉，其实，说实话。我来了，怎么走不掉塔下那就一个艾克。哎，我刚。惩戒没给出来那一滴，那波太难受了。下路两个都没闪，来找波机会，没啊，没闪的两波。他们都来了，都来了。
没有，差的有点多。主要这些人，他们打不过要硬打，不跟着我节奏玩。慢慢拖吧，慢慢拖吧。说实话，这锤石他妈比那个给一百多了。那就别急，那就别急，拖一下，拖到装备起来。拖到有装备再打，这么 AD 装备线也就那样，很好处理的。杀这个人好费劲儿。杀锤石也行，锤石没闪的。没事，两次都他妈的随时救走。抓杰斯吧。这次先抓吧，等我等我，看位置看位置。还有 R 哦，哎呀，那个位置。我感觉你刚刚挂艾克好像。杀不掉啊，怎么杀艾克？我 W 已经挂给杰斯了，而且我没大招，不可能杀艾克的。杰斯杀不掉啊。那艾克更杀不掉啊，杰斯都杀不掉的话。对面这中上两一直在抓的，还能给点作用。我们这上路一点作用给不到，下路也是。哎，这种局打的确实累。没事，包死的这个位置。先拉一下。能杀不？算了算了，下一把吧。